自己也第一个时间的反应也要快。右外野方向的高飞球，右外野手张建明向后追，这个球接杀出去，五星级的守备美技啊，往后奔跑，把这个飞球给捞进手套里面 ，nice play。不过在四局的下半，兄弟象队是靠着彭振敏的阳春全垒打，让兄弟象队取得了1-0的领先。